挂字做得大，盖也猛哎，挂猛也猛，盖也好对，挂叫大海，盖也大红咯，哦，盖也猛啊，沈山区沈阳，也沈阳嘞，哦，过沈阳，哦，啊，咩叫老要六花地路，叫啥？头乌咩叫有只有六花地路，有花地路啊？你们的祖先以前是从哪里来？我们啊，我们陕西咯，陕西来，嗯。 啊，过海路蒙个弄不到。哦，叫蒙就了嘛，过海路蒙个弄不到。哦，弄到吧。哦，弄走就好。弄走它了。哦哦。啊，过海路蒙个弄走哈。哦，几下去接？啊，过夜多云南多嘞。云南。啊，云南。哦哟，好贵哦。贵了，贵贵到贵很嘞。哦，给云南好贵哦。明年呢，蒙搞到哈了。搞到。啊。搞到要整月十五。啊，十有。 啊，弄果汁，再来蒙果刀。果汁，嗯，果刀好的。收嘞，关金台。收了吗？啊，关金台。好啊，关金台。好啊，关金台。好了，收了好大。关金台。收了好大是吧？哦，还花关金台。哦，好多蒙好种。啊？蒙好种嘞。蒙好种。啊，蒙不到人到，蒙不满到。没接。蒙很多不能也蒙了。哎呀，俺到就好了。 到好了，嗯，到好了。啊，不能也蒙了。莫沈阳，莫沈，沈阳、沈黄、莫沈有节、沈廖，还有呢？哦，对，肯定的。到很嘞。嗯，这张，这张莫好了。哦，莫沈丽。哦，沈丽不莫。要紧嘛？可能是，上路下市。上路下市。 上面是陆家，陆家，自己的世家，啊，做江西来，啊，但是自个回来，陆江西来了，啊，从江西来的，嗯，陆上，嗯，好，有陆上嘛，带着狗血下来以后呢，这狗血抛开跑了，这上面完全是阿池，哦，自个哎呦，下面肯定土地好，那么上陆下市，哦，那是掌握的。 是不是打仗的？嗯嗯，打仗就跑了。嗯，要紧要紧。哦，红军农村的。嗯嗯，红军都没打过土匪。哦，嗯，以前土匪抢我们这上寨了嘛。哦，抢这上寨，老百姓就打死好多土匪。哦，是这样。那这个就走口路了哈。啊啊，堵上去，对面要过河，像有口小路。嗯嗯。 啊，这有个小路，自个还要土匪呢。嗯嗯，有家在院子头。嗯嗯，吃过酒。哦，那时候，哎呦，这个酒太香。太香了，一吃那就醉了。嗯嗯，一醉那大家都把几个都打死，那就喝得开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嗯。哦，请问你名字？啊，你名字？杨光信。杨光信。哦，哪个？ 当官的官，当官的官，姓姓是两撇个油，两撇个姓哦。那个人被蒙回来讲，啊，被蒙了，被蒙，嗯，搞和一样被蒙，搞不蒙蒙呗，没接咯，啊，没接，啊，回来接，过，嗯，城东，杨城东，哦，人被蒙和杨城东，嗯。 哦，比蒙了嘛？嗯，比蒙。啊，陆，学名嘛，阳光姓。阳光姓，哦，清楚了。嗯，几百年了，那个地方是我原来的去。那你们是从武关江西来？这武山的来的，你晓不晓得？啊，这是贵州人，这是贵州人来这个地方，人也是淘金来的。在店里。
我就是江西，我住宝安寨。哎，不是江西，我们自己来，我们老家是江西。江西以后我们寨里的话呢，就是讲我们少数民族。叫很少的民族。人口很少。他们就多。他们就累我们没办法了，是吧？跑出来到亚洲。亚洲。到亚洲以后呢，又带你走了，走了，又走了有两三百人。他们也不行，他们一累，累没有炮，他通州上课，就叫我们搬到处搬了嘛。搬了个没有办法，有些炮的那种有货，炮有货可以就不行，有大搬家，还有大搬家呢。后来我们自己没得办法，自己王家和杨家，我们就是仰望而行哈。他们就是来，这个空王宅，我们就是直接就是老山林，从来没得老人多，无人烟。他们都来开。 开了的来大蜂棚，都来慢慢的来村里，慢慢的来租房子。你们的历史以前从哪来？这边啊，苗族呢，就说以前是从江西过来的。但是具体怎么考证呢？现在就有一块很大的碑，但是那个碑呢，去年的时候我们还去看过，但是那个碑呢，也只有。应该说。 这什么原因呢？过来之前，因为什么？迁徙吧，就是迁徙过来。战争还是？当时是可能是战争吧。那过来多少个年代？到这边过来住段时间已经。一百年了，肯定。八百年时间吧。八百年了，几百？可能有七百六。明朝以前。你们的村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叫西关村。哦，你们是蒙？蒙不太一样。有点绕。那。 你们怎么数一到十啊？一二八，加狗。哦，一二八，老鸡找香一脚狗。我们是说差不多一样了。再说一下，我听。一，哦，别，老贝，猪上一家狗。啊，他们说的又不是跟我是一样的吗？我说的上面那个大堂的那种呢，它又说是。 一二八，老布猪上一家狗。哦，但是有差不多一样的。老的那些人就是他们，都是从江西那边过来。老的都是这么说的，就是从江西江南那一带过来，他们都是这样。因为我们老可能只知道是从那个江西那个地方。啊，就是那个翻天，这个翻润年轻的时候来的。原来到老根或者那种。我。 江西进入了哦，从江西来贴贵州呢？你的祖先是从哪里来？祖先啊，这个老祖宗了啊，我江西来的，来了多久了？哦，哎，这么半夜了。你们是江西来，江西。 大田，哦，来是五辈人了，哦。那，我家这有五辈人了。但是，江西以后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你爸爸说是江西来。来了五弟兄。到镇远河，都在。 江西，干出来都是啃起出来。用你们语言呢？就是一物既不变，着容牙牙沃。慢说一点。一物既不变，着容牙牙沃。吃饭呢？弄牙。喝水呢？ 你们自己叫你们是习俗，是对不对？对对，习俗。嗯。哦。我们送你到，在门上面吧。都可以的。这里是在门。如果你们那边，这里应该可以下上去才好玩的。那你们知道你们的祖先以前是从哪来？这个。是。
江西。 麻烦你了，我只想问你一下， 你们这个寨叫什么名字？ 四龙寨。 哦， 你们的祖先是从哪来？ 江西。 你们的祖先是从哪来？ 听说是从江南。 江南，江西江南籍，我们是江南籍。哦，江西江南。江西江南。叫潘成烈。潘成烈，你多大了？75。祖先以前从哪来？从这个山西。江西。好，江西。江西。朱子汉嘞？朱子汉。多大了？百十八岁。70多了。75。 你们是祖先以前是从哪个地方来？从江西来的。江西哪个地方？江西朱汉。江西也是少数民族，他们也来到我们地方，他们也说讲缅话的。张世文啊。张世文。哦，那你是多大了？ 78。 你们的祖先是从哪个地方来？从这个江西啊。江西来。江西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江西听这个老祖宗他们说，江西朱子行。我们老祖宗的是江西的。江西。江西朱子行。江西朱子行来的。先到湖南。 到湖南，到湖南，到贵州。江西到湖南，湖南到贵州。哎，到这里为止。哦哦。哎，现在我们到这里来都是变成苗族去了。哦，变到苗族了。哎，苗族。但是以前不是。以前不是。以前是什么？以前是哈酋的，我也不清楚。不清楚。不清楚。哎，我们到这里，我们都是苗族。哦，是这样。是这样的。哦，但是以前可能不是苗族。以前不以前以前的。 过去以前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也不知道是哈酋吗？是苗族。哦，哎，我们也搞不清楚。那可能你是蒙族吧？也搞不清楚。你们可以啊，我觉得那你们是蒙族吧？蒙族。啊，蒙族是你说一二八老斋。哎，那你怎么说？哎，我们一二八老斋。啊，那个是蒙族啊。那是蒙族。啊，对。我们数的一二三四五六。 那个我们就一二八到贼，贼，那贼，九九一九九，对，那是蒙族啊。蒙族啊，对。三万六，三万六，嗯，就家里面。大姑爷，这一路啊，你说过嘛？你们好。你好。啊。黄总，你看大家的黄，你带我们把药给我啊。 你们怎么了？是，这是一个是以前炎黄子孙是炎帝的后代。我们由于以前炎帝和黄帝两代人互相争执嘛，就我们炎帝的人就带到江南长江之流这里来，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一个部落。哦，部落是什么时候来了？很久了，是从是不是？ 江西那边来的？不是，不是从哪来？黄河。啊，黄河。下来的。嗯，请再说一遍。郭满。你们自己叫你们是郭满。大家都知道你们自己叫你们是郭满。哎。大家都知道。都知道。哎，郭满。郭满。嗯，郭满。哦，这是这个，请问是你爸爸吗？是我爸爸。哦，请问名字。吴有平，吴有平，吴有平。你们是从是不是江西还是黄河那边来？你们的祖先呢？是吧？是江西来的。我们家是从江西朱子行过来的。为什么过来到这边？是不是有大战还是？肯定是战争嘛。战争。 嗯，就他们说，就是那个现在走路呢，就是这样呢。哦，走路就是这样，就是那时候走路是这样。